着呢打造了我们的光动能。这段三个女生，这个先进行 round one 第一轮的这个照片拍摄。好，我们麻烦了三位女生视线仪式，从你们的右手方先看起。好，展示一下你这个手上的非常漂亮的全新表款。右手边带着微笑，视线请慢慢的看向中间，中间的定格停留一下下，继续的再慢慢的视线移动到你们的左手方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那就到了我们这个麻烦的两位这个美女 model， 请你们先休息一下下，谢谢你们辛苦了。好，那场上留下这个代言人 Hebe 呢，来好好的单拍一下。好，那就 Hebe 呢就麻烦好一样呢，右手边各个角度的美女朋友，请你照顾一下下哦。哇，这点气质的话，完全人气爆棚啊！而且呢 ，Hebe 手上这只手表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是所有女生都会钟爱的款式跟设计。而且更棒的是它是亚洲限定款哦。好，来 Hebe 麻烦左手边再看一下下。好，中间快速捕捉，然后呢右手边最后一次，